今天要带上人到原树林环保站。那这个原树林环保站的部分哈，就是有黄茂生师兄他发了一个很善的善因哈，所以关一块地给咱，啊，大家拢考啊，较好诶哈，带上人去现场较闹热。上人，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环保站哦，我们可爱的环保菩萨已经在等您哦，请您慢慢的跟我一起走哦。您讲到我听到哈，向您感恩您，我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越做越健康。啊，我即马就是认真做了，30多岁尔哈，做到最后一口气安尼啦。大家好，去当一心。疼惜地球真用心，清净源头做环保啊，做环保，敬请上人照顾好身体，我们爱你哦。感恩啊，真正是吼，大家人真正是做师父想要做的代志。到处都听到师父我爱你哦，我古早吼拢会讲爱我所爱啦。今嘛我唔免阁停灵啊，大家人诶开始做啦，就会晓怎样讲爱师父都爱爱师父所爱，所以恁做够啦，而且呢做得吼。好我想象不到的那种的水真水，都才看到咱的环保站安尼整理甲干干净净，听到大家人啦，咱是真诚付出，出钱出力，还要提出。土地，所以吼，一切的一切啦，都是呢自动自发，而且呢，迄种出来，搁再是服务到处的，真侪人行不出来，因真需要有人会当关心伊。呀呀，有真多人很真需要，但是呢，唔敢有所求，因为伊无迄个方向通好求。于是呢，叫天叫地啦，都拢袂应。只要有一群遮尼正诚、真诚心。真心意，真愿意去付出，这群人间菩萨，迄个心心相印啊，唔免人来提过啊，咱真自然啊，就会去发现。所以讲，观世音菩萨，伊是千处。有求千处现，也咱呢现在的菩萨啦，就是众生有苦，无处可求，菩萨呢就是主动发现，主动付出，而且呢人够不够，钱也够。你是不是拢做到人到物件也到呢？迄种无所求啦，付出了后呢，咱一个双手合十，就好个感恩。我相信啦，这个动作你拢做到，恁就是应化人间菩萨，应众生所要求的。你看看，您。咱的物件，恁都看看去回收。现在啦，这讲粪扫问题，
其实呢，你看您环保站啊，收来物件有偌多啊？看您伫咧采捡，遐物件吼，收来还阁真好诶，有啊，真呢。大家人个等落去做粪扫，有一群爱心孝物的菩萨去甲回收回来。你看，这么真好的物件，是予人等掉的啦。所以孝福，咱甲孝福回来，予人利用，真正是吼爱啦。物件咱都会晓爱。咱哪会袂爱人呢？一定的。倒一个所在有可能，你看恁物件整理甲遐好，伊需要啥物辅助，恁呢都甲送甲到位去。我们在0402花莲的这个太鲁阁号事件，那我们桃园这边也有支援轮椅跟一些拐杖到花莲去。另外我们5月份。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，那我们台北慈院那个有一位专责病房的美惠护理长，他就在我们平台，他就说哎，有没有这个陪伴床哦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专责病房的护士哈，他们护理师们他们在家里睡软铺习惯，然后来到宿舍睡那个硬铺不习惯，啊都睡不好势啊，所以咱桃园出高层啊，家人出三层，就赶紧整理12层，啊，东港下晡就送去台北慈院，给因家护理师会当有一个软铺好睏。另外，我们在桃园广设疫苗站的时候，这个我们也支援桃园市社会局80台的轮椅，哦，啊，因为因轮椅无够，啊，甲咱讲，咱3天来就穿80台的轮椅，甲因支援哈。所以这是公共服务的部分。我们也有找到旧会员，有一次上去台客，啊，有一个阿伯啊，70多岁，伊甲伊阿母啊，90多岁申请病床，啊，然后阮上去的时候，伊就摕一沓迄个民国80几年的迄个收据，就是捐款的收据，啊，伊就一直敢问讲，啊，恁上这病床来爱钱无？我讲唔免，啊，爱运金无？我讲唔免，你30年前就付好啊。啊，所以伊嘛听甲足感动，伊就讲啊，不过我即马吼拢无收入，我想要搁来捐，啊恁要安那甲恁捐？我讲我会介绍师姐来甲你熟悉，哦，啊你即马若有捐，你收骨爱搁留起来，像安尼当作传家宝安尼传落去，真正了不起吼、哦！那师傅的足满足啊，感觉讲吼，家和万事兴。一个家长啦，那看到伊个囝啦，在下一代吼，啊，大家人啊真好，啊，互相兄弟姊妹真照顾。我想吼，迄对个爸母是真有福，真欢喜，即嘛舒服，伊心态都甲安尼同款，看到安尼一大群啦。和和复习，啊，恁吼都爱好好珍惜这个爱的力量啦。看这么多年，恁拢真支持吗？咱这个团队呢，是毫无瑕疵，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的付出。但是吼，甲恁讲难免啦，一个人一个脾气。一个人做代志，一个方式，难免啦、啊，彼此之间啦、啊，都会去搭掉。啊，恁爱学会晓讲吼，搭掉啊啦，咱爱搞，把咱搭掉迄个、迄、那个所在，哎，鞠躬弯腰讲失礼哦，感恩哦，我走路无小心，互我搁醒啦。当你搭到迄个时阵，咱都爱觉醒啦。所以呢，咱呐常常用感恩心，把所有一切啦，色、事物，有色的物件，有物质的物件，咱吼去碰到，
也都要跟他说感恩，让我发现到这个物质在在做什么。总而言之啦，学者觉也，学，所以我们说学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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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里面那日子啦，觉觉就是看到了，见，所以呢，懵懂的幼儿，懵懂的婴儿，吼，那到个大汉啦啦。凡事真清楚，见世面拢见到啊啦，叫做觉。相信大家人了解师父伫咧讲的意思，安尼恁了解无？了解。感恩大家人用心用爱付出，感恩啊！好啊，再接再厉，对的事做就对了，感恩。